所以韩国瑜即马红罢免通过啊，晓得当初头一个跳出来挺韩国瑜，得爱出来选总统的分林冠机会，伫今日的气氛是真特别，心情沉重。韩国瑜被罢免，婚姻馆长张丽贤看出来真失望，心情复杂，无想要加讲。韩国瑜的车夫当时嘛是婚姻馆议员的李炳典，上班日无出现的机会，国民党党团嘛无方便发表看法。应该伊即几天工作较侪吧，讲伊是讲伊若有闲伊会过来。今日无排到伊的时间，无排到伊的时间。回顾自2019年，婚姻关机会头一个跳出来挺韩国瑜参选总统，即马总统选输，罢免韩国过关，婚姻的竞赛气度真大。等于讲也是婚姻的竞赛，所以伫咧啊，另外一个感情上是较唔甘安尼啦吼。啊，既然民意都决定安尼啊吼，咱嘛是唯有是尊重的。我想经过整个总统选举以及这次的罢免，我们可以看到民意的走向啊吼。所以很多民意里面所展现出来，不是说只有议会支持他就可以过关了。国民党失去高雄的政权，韩国瑜未来的走向不确定，敢会等伊分林先休一阵啊，才阁出发。张丽贤表示，随时拢欢迎。BBC 新闻分林报道。